请你把口罩戴起来。我在跟他讲戴口罩，现在不是秘密空间、啊。你看怎样？这不是秘密空间，我不是在车站里面，也不是在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三级了啊！请你把口罩戴起来。我在跟你讲国际法律、啊，我在跟你讲戴口罩。我叫我现在不是秘密空间。啊你到底要不要戴口罩？你看怎样？你看怎样？口罩戴起来！请你把口罩戴起来。我在跟你戴口罩。现在不是秘密空间。你看怎样？本局今日上午至火车站稽查民众有无落实佩戴口罩。我于11:10在复兴路与民权路口发现王姓民众未佩戴口罩，我立即填写稽查记录表，已请市府相关单位采访。